我是刚刚列车站的2014年9月23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3:04所拍摄的是土淡水开往淡水的高音量系统。刚刚我是刘元赫，107次哦的 C38 八型。往淡水，把下面个马达门都电不到就完了，然后这是叫哪么办？C38型5025/501编制，在台北站停好。我们一千万就拿不到。